我会给他演员的，跟我出来一下。暖暖没事吧？ 谁带狗？谁叫带到天上来的？抱歉，是乔安娜老师的狗，我们马上处理。干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傻？为什么不把伯伯放到房车上去，带下来干嘛？是你说要在第一时间看到他。你还狡辩！赶紧给各位老师道歉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不好意思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这是在现场，懂不懂规矩？赶紧给我把伯伯找回来，去。 导演，导演，太对不起了，太对不起了。江浩呢？他今天在现场有一个中奖粉丝的现场的探班活动，然后这个我没提前跟您说，太对不起，太对不起。粉丝没概念，不是安娜老师的错。太不好意思了，然后明明是狗先窜出来的。那个突发情况总会有的，大家休息一下。谢谢导演理解。大家休息5分钟，调整一下。 导演，我们看一条刚才的回放。谢谢安娜老师回放。你还没完了是吧？啊，你受伤了怎么办？你还有没有责任心？这种情况是你出头的时候。难道眼睁睁看着灯下砸到人头上吗？行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不用说，我懂。今天呢，你就好好的把工作给我完成，好不好，大哥？我求你了。 中奖粉丝是吗？啊，然后你刚才没事吧？行，你给我过来一下。